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收藏的叙利亚镑全套钞票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。首先，这张是50镑、100镑、200镑，然后背面50镑、100镑、200镑，然后500镑、1000镑，然后是2000镑。然后背面500镑、1000镑、2000镑，然后去年刚发行的最新版的5000镑我还没入手，等入手了还会发照片的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